运。2022年，酋长言有转，第二次。下午睡到2:30，想说好吧，那既然还有时间，我们来去一下今年的第二次酋长言。赫然有点海风，看起来是不在家了。你看炮都是向外的，休息的。哇，有志工的嘞。看起来是凉凉的，那今天太阳耶稣光还蛮漂亮的。那有位大哥跟我说一直在巢穴，然后另外一只不在家。好，不在家。在叫了，在叫了。我就晓得他晓得我来了。这只母鸟吧，对不对？这是等我来的。好，站在这里。请问你们在拍什么？有准。这边可以。哇，对，它好可爱。可以看一下前面三个告示牌，对。好像在洗澡的感觉，有嘴，刚从巢穴里飞出来吧。这是一种鸟哈，对，有嘴，我来看一下。来，可以看。哦，原来是在那里。嗯，它应该是刚刚从巢穴飞出来吧。哦，它哦，巢穴在那边。巢穴前面告示牌有跟你讲巢穴的位置，我在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边蛮介绍的蛮仔细的。那怎么可能拍得到？对啊，太远了，对。他就晃我，太远了。要反拍我还拍不起来，现在逆光。会逆光，对，会有这个问题。要拍。那你们怎么找得到啊？对啊。五月的时候真的可以来。五月来这边干嘛？雏鸟在这边飞，看得很清楚。哦。五月。五月初啊，五月初到五月中。雏鸟啊，现在这只是母的吗？这只我还没有看清楚。啊，他在抓痒抓痒，这样我们的声音你就被你录起来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想用就用，不想用我就把它声音去掉，加配乐就可以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可爱哦！19分，这是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准。有嘴。要先去看说明那边。对，那三个告示牌可以看一下，你会很清楚。他还跟你讲巢穴在哪边。这个是小的吗？还是？它是青鸟的。哦、嗯。对。哇塞，这么准，这么清楚。喜欢五月可以来，我可以这样跟你照一张这个，可以不好意思，会反光了，我知道你，所以会比较，你能拍就拍没关系。想说连这样都看不到，怎么想说去抓它？哇，是有很多只吗？它有一对住在这里。哦，飞走，飞走了。刚到。快架好相机，他就来了。好，等你了。第二个飞出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漂亮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他应该要飞回家了吧？他现在在他现在可能那边有藏食物，所以他在那边吃饭，所以不一定看得到，可能被挡到一点。他是季节鸟，
欸，它一般是候鸟没错，但是它定居在台湾好几年。哦，它又没有被救。对，那边鸽子太多，食物太多。现在应该没有。它躲起来了，对对对。有有有有看到头在那边。啊，是谁？对，有有有有有。好厉害哦。来的刚好，对，一来就来，晓得我来就出来了。对，他现在放空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等一下，是来了，但是他差点飞出来，所以他这样会痛。这个是沿路还是？这是黑渊，黑渊，黑渊，黑渊啊，上面那也是的，上面这次看起来也不是，哎呦，两只打架，啊，看看再看到这两只黑渊打架，可能想要出来。因为它影子没在动，它刚动的时候影子有动，现在有动了，现在就出来了。看过去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我看到，我也看到。好了好了，算了，它躲进石头那里的，对不对？对对。白白的是那个。哦，这边吗？没有吧？有，这里刚刚这里有在动啊。哦，那它投出来了，投出来了。它应该这位置它待不久吧？这位置待不久。哎呦，那白白的一点点。它探头了，又缩进去了。对对对对。我眼睛还是，知道了，看到了就知道了，没看到就不知道。在那里，船上在那里。你用手机看，白白的，对对对对，手机看不懂，还是看他这比较清楚。哎，飞出来了，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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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飞回家了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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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多倍，对，可以在这边放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很犯规耶！哎，这次真的定点不动哎，我们每也不是不动了，繁殖期都要来这边守护一下，是哦，来照。现在在拍，请问有准？拍有准在这儿，可以先看一下哈。它要飞了啊！哦，这个，哎，我起来了。没了。对，巢穴还有一只哦。巢穴还有一只哦。那就一对。你们就等他们一对哦。哎呀，要出来了，加班。有进去吗？哇。容易哦，他加班的刚好又站在原来的那一块岩石上。去看他现在两只，一只回来这里哦。对啊。另外一只进去了。回巢穴。对。好。对，我就说他们超幸运的，他又回到他原来站的那个点，所以这边看得到啊。啊，他站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对，你不是站在这里，就这一只啊。就是那白白的那个。对啊，白白那个就是啊。运气好，他飞回来这个点。竟然被我录到，好晃，来走了。你好棒啊！不用飞我这么近，没关系。真的。
刚才是有拍过月亮呢，月亮是在头上嘛，对不对？他也可能有他飞过月亮的画面。哇，飞好久，可以休息了，我手会酸，谢谢。